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收睇离异自动人形啊，一周目嘅二 B 线，而今集亦都系咧最后一集啦，一周目嘅最后一集啫。但系咧，正如我之前咁讲啦，一周目咧只不过系呢只 game 嘅开端嘅，因为其实都只不过系序章嚟嘅啫，有好多事咧我哋都仲未解明嘅。咁你会见到咧一开波，喂！翻紧去点解途中呢度啲怪咁鬼劲嘅咧？啊，同埋你会发现成个平原嘅机械部队咧开始加多咗啊，系比以往多啊。咁呢度我唔再打啦。咁啊，因为我哋上一集咧，临尾咧夏娃就发癫啊嘛。嗱，机械生命体嘅系啦，机械生命体嘅数量变多啦。然后咧。我哋收到抵抗军传嚟嘅信息就系话抵抗军阵营嗰度受袭啊，因为夏娃系 short 鬼啊，因为佢亚当死咗嘛，咁夏娃咧就要为阿哥报仇咧，就开始操控佢另一半嘅机械网络，令到嗰啲机械人暴走啊，咁我哋而家即刻去拯救佢哋喺水深火热之中啦。亚达。Taskete！ 啊，赶快逃！好啦，你会见到啲机械人已经黐鬼晒线。哇，佢真系会食咗佢噶喎！啊，喺度食人做人，嚟啦！暴走嘅机械网络，好开波，好冇问题，好闪避，落下攻击，嚟自加农炮，鬼斧射边啊喂！刀流，好再嚟，多啲人物啲手啦，闪，重击反击，二刀流，再嚟啊 ，OK 掂，好啦，继续行，你会见到，抵抗军嘅 boss 啊，安尼莫宁，呢两句，喂 ，To B， 大丈夫。啊，冇事吧？啊，嗰啲人突然大举入侵军营啊！吓，虽然咧我哋需要应战，但系枪咧对佢哋冇用。有冇搞错？你落嚟抵抗军，作为抵抗军，你攞枪走去打机械人，咪傻鬼咗？啊，你去避难啦、啊！等我哋弱热部队去搞掂啦，得噶啦！啊，机热部队，机热部队第一猛将两二出阵，落下攻击，好再嚟啊！问题，二刀流，我拎出嚟，闪避攻击，反击，刀流，再见，仲有两只，打爆佢两个盾，落下攻击，离子加农炮，好嚟嚟嚟 ，OK， 好，反击，我发现咧，大刀嘅第一下反，唔系第二下反击系永远都打唔中。不断用冲击波屈佢哋先会得噶，呢啲平面位其实好易屈嘅。好落下攻击，哇！睇住下面两只，好一只，得搞掂埋呢只先。好再见。咁啊，后面我如果冇记错，后面有只大嘅机械人喺度嘅，嗰只先至系要打敌人系啦。好闪好。搞掂呢只先，好得啦，搞掂埋呢只，好落下攻击，好再嚟，星龙剑系，我想要呢招啊，好闪 ，OK 冇问题，哇有冲击波，好再见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咁啊，喂呢嚿嘢爆咗之后有冇嘢俾我哋啊？睇下佢，喂佢唔跌嘢，喂系，我想要呢啲，我要零件啫。目前无法存取，哦，嗰个要9S 先至开到个箱，咁我哋就出翻去睇下安妮莫宁啦，去咗边啊？好啦，多谢你二 B， 啊得救啦！到底系咩事？我都唔知佢哋突然间攻咗入呢座据点，哇！做乜鬼嘢啊？出面大爆炸，啊军营外面传嚟啊！我即刻出去调查下睇系咩事啊！机械生物嘅变异，
嚟啦。好。好。哇，又系你啊，蜘蛛。机械蜘蛛，色情机械蜘蛛。嚟啊。你会见到呢，佢而家有个电网啊。好。我做咩开始钓鱼啊，唔要啊。你会见到有个电网呢，个地下充满住电啊。你要等佢呢停咗个网络先系啦。咁你就可以走埋攻击啦。好，落下攻击。好，再嚟。好，落喂，做乜嘢啊？呀呀，黐孖筋，点咁都俾佢打中。好嚟，哇，睇住睇住，好，好，你睇住佢补充翻个电网。好，咁咪要走啦。OK， 哇，成唔使中回复药。好，睇住睇住，闪避流。OK， 等佢爆一爆个生物护盾先。个边个喺度嗌啊？机械生物咧，开始朝此地聚集啦！你话你会见到劲多怪，好落下攻击，好。敌方大型兵器藉由叫声咧召集，召集周遭嘅机械生物。啊、建议咧破坏佢嘅大型兵器就系依只啦。哇！你睇住，哇！佢放又放电啊！啊，又嗌。好嗌啊，大佬！喂，睇住睇住睇住，落下攻击啊，老板。好，喂，睇，好嚟，哇，好，好，喂，呀，呀 ，OK， 好，闪 ，OK， 好，好，闪，喂，得意啦，咁都闪唔到，好得，超频模式，闪 ，OK， 喂，揿错啫。闪 ，OK， 喂，闪喂，喂你玩喂玩完弹弹波未啊，大佬？我喺边啊？喂，死字死仔包，好，再见。落下攻击，好再嚟，趁佢未复原，快啲怼爆佢。喂，仲唔爆？爆啦嘛！好，明白。To be。喂，你翻嚟啊，九 S！ 好，你哇，黐线，自杀式轰炸，哇，唔使咁型啊，你着绿得。大丈夫。啊，有冇事啊？你乱咁嚟啊？啊，咩事啊？啊，喂喂，嗱，夏娃出咗嚟啦，你见到佢咧有一半好似做咗啲咒印咁啊，就系佢应该类似系第一集嘅黑文病啊。咁啊，唔知道有冇关联啊？但系其实佢好少讲亚当同夏娃嘅故事啊。然后你觉得哇，黐线，点解好似变咗打纳鲁图咁样玩地爆天星嘅配啊？佢配音啊？喂，你，好爆佢，诶喺边啊？好，丽莎，再嚟啊！好嚟，核心外露，哇！喂，睇住睇睇睇睇，哦，日日，哇，喺蛇扣咁多嘅，哇，我想埋个身喎，唉，算啦，唔埋身啦，都几鬼麻烦。好，得埋身埋身，地爆天星落嚟啊！喂，好，斩子弹系列，斩斩斩，喂，你呢个位有咩好嘢？啊，好好落下攻击。打散佢嗰啲机械人就 OK 噶啦，啊，嚟，再嚟，喂，核心外露啦，好唔好啊？喂，仲唔肯外露，搞错啊？啊，我哋硬食佢啲子弹入去同佢打，唔系咁易嘅飞云，好难入佢中路啊！啊，落下攻击，喂，就由你走，费事嘥咁多药啦，终末之战，悭一悭水先。嚟自加龙炮，唉，总之一早出啦，扣咁多，我嚟啊，我得，再见，再见，咦，有机械生物嘅核心啊，诶，我机械生物嘅核心卖好多钱啊，唔知点解，好啊，咁我哋过场动画，你会发现，喂，仲有第二只，啊，又系地爆天星。
好啦，还在继续出现。好嚟啦，咁咧跟住我哋咁嘅数量啊，到底应该？二 B 小姐，听唔听到啊？二 B 小姐，啊、我哋嘅村子已经被啊帕斯卡，喂，点算？帕斯卡，你发生咩事啊？啊，我嘅好挚友、好同伴、机械人嘅伙伴帕斯卡，到底系发生咩事？我哋而家即刻讲你睇下，你会发现元老啲机械人已经黐鬼晒线，狂追住你嚟怼啊！啊，咁但系我哋即刻赶去帕斯卡条村先。好啦，通往帕斯卡条村咧，你会见到咧啊，呢度啲敌人已经封锁晒成个区域啊！哇，第二边有时超频都唔系咁好，网络上机械生物咧好似全部都失控咗啊！啊，我封锁村子嘅入口并努力应战啊！啊，光靠我哋嘅武装咧，实在好，我一定要排除呢班友女弱弱。闪好嚟啊！罗夏攻击好，罗夏攻击再嚟，再见。好啦，喂，你封咗对门，我入唔到嚟帮你喎。阿帕斯卡，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？啊，我帮你守门口算啦。嚟啦，好，地爆天星，好，一路睇下佢想点先。好嚟，哇，放 laser 做乜鬼嘢？哇，离子加农炮！你都识喎，兄弟，识少少嘢啦。好落嚟，诶、哎，机械生物核心，好，离子胶炮，好，诶、哎，防片啊，喂，九 S 一齐进攻，好，喂，走啊佬，去边啊？哇，佢搭碌嘢落嚟，想点啊喂？好，过嚟啊，过嚟啊，系，哇，又玩离子胶炮，哇，黐孖筋，哇，佢啲 laser 超多，啊！哇！诶，落嚟，落嚟，系落嚟，散架 ，OK。离子胶炮，再见。点啊？又系机械生物革新。啊！多谢你哋啊，终于得救啦。到底发生咩事？所有连接网络嘅机械生物咧，同时失控啊！负责统筹嘅单位失去控制，即系讲紧夏娃啦。叫做夏娃的生物，负责破坏，只要破坏负责统筹的单位就能够停止所有机械生物的行动。啊，咁揾唔揾到夏娃？要揾出所在地，并标示在地图上面。啊，你守城，我负责做出动那个。好啦，我持有自己的。好啦，睇睇地图先。地图位置。依个位好，我哋即刻出发。哇，做乜鬼嘢？佢连咗过嚟我度啊！我呢站，我呢站。好嚟啊，过嚟哇！佢似乎强制进行大范围通讯。呢个强大嘅通讯咧，系让机械生物变到非常恐怖。就即夏娃，并靠我破坏佢啦。好啊。咁啊 ，save 咗先。OK， 咁我哋即刻出发。好啊，我哋嚟到夏娃嘅所在地。你会见，哇！啲机械人黐晒线喺度乱咁嗌啊！有时咦，有条尸体啊！咩啊？在崩塌嘅大楼上没能向强敌报一战之手，等我嚟帮你啦！你太废啦！好嘞，终末之战。好啦，喺边啊？咦，唔系呢个位咩？中咗北市啊！睇先，好嚟啊！呢个位，诶，啊，来たのか？你哋嚟啦！哇，佢嗰半边面系想点啊？お前たちも思うだろ。こんな世界意味がない。哇，佢玩装甲佬，你似唔似海？突然间佢似唔似海贼王嗰只咧？你真得嘅人，最恶劣人，最恶劣海盗年代得排第一嗰只叫咩名？系啦，玩铁嗰个咧，即系原想金高过路飞嗰只，你记唔记得边只？哦，冇闪，好嚟，啊攻击，哇睇鬼到啊，大佬开灯，开灯啊，波多，啊开唔到灯啊，啊，喂睇雾啊，兄弟。
把一百支藥定都斷了，你看不看到？得翻半把。 喂，佢冇咗眼罩，你睇唔睇到啊？哇，仲要打咁多 stage。我嚟啦，哇，终极 stage， 下娃。我嚟啦，离子胶嘛，哇，千蚊吉，喂，玩东方幻想曲喎，有冇玩过啊？闪避流，哇，睇完，嚟啊，喂，斋射子弹搞掂你，重击波，哇，佢飞太高喎。 啊！冲击波，好，离子胶矛，嚟啊！纯粹玩射箭嘅啫喎，呢个射箭射子弹，好闪，好，喂，劲喎，九 S， 你瞄得中佢喎，好嘢喎，啊！
我对你改观啲 AI 做得几好。好，地之间好啊！喂，佢系咁走啊！佢完全冇谂过同我正面交锋。好嚟啊！好喂，喂，你唔好出埋啲咁废嘅招啦，同我正面喂冲过去！喂，正面交锋啊，兄弟！唔好走啦，离子交炮射定你，唔好跳高啊！佢话我买卡，我买得住个二段卡啦，系因为正班人有你哋喺度，哥哥先会死。喂，你哥哥自己攞嚟嘅喎 ，NFCS 受损，无法进行近距离战斗。哇哇，黐孖筋啊，就咁同佢打，哇，弱弱啊，大佬。嚟啊，跑啊！哇，佢完全变跛佬战斗，哇，黐孖筋点避啊？咁嘅速度，嚟啊！哇，低能点避啊，兄弟，一定要射爆你！好，避，离子胶，哇，射都射唔出咯喂！哇，你睇下喂 ，NFCS 受损，原眼连 Portal 都出唔到招喎、啊，大佬。我射唔出喎喂！哇黐筋啊，食食！你而家玩 Fairy Hard 一下死呢啲位点避啊大佬？你冇乜可能避到噶喎！嚟啊！哇你睇下，哇黐线点避啊？死未啊大佬？吞后避！嗱下哇差唔多，哇黐线呢招点避 ？FFCS 受损，无法进行远距离战斗，哇！我哋已经变咗残废人咯。咦，夏娃去咗边啊？喺度，手引佢啊，怼佢啊，快啲！再见。呢张，你觉唔觉得佢？如果你有玩 FF 七咧，你会觉得呢几阿夏娃同埋阿当咧，有啲似 FF 七降临之子嗰三基友啊？啊？嗰三基友叫咩名字？唔系好记得咗，都真系几似啊 ！Champ， 咁啊，一切都啊大镬啦！九 S 俾人 hack 啦！你见到佢除眼罩之后，终于都有得睇佢哋个样。Nice。哇！大镬啊！佢入侵咗佢个系统啊！入侵咗九 S 个系统啊！与夏娃嘅网络分离时，好像受到物理污染。冇事啊！信我，九 S。大丈夫。点解会咁啊？バンカーにあるデータで、你用地堡嘅资料可以复原成过去嘅状态。それじゃ今の君は戻ってこない。你又想失忆啊，九 S？ 汚染データをバンカーに唔可以将污染嘅资料上传到地堡啊！行かない行かない。冇有事啊，九 S。Yes。小正太唔好意咁啊！啊，入侵得越嚟越严重啦！哇，佢其实嗰啲唔系黑文病。佢呢啲應該係網絡入侵咁解嘅，就同第一集冇關係嘅。希望啊，你可以親手殺咗啦！我哋細心欣賞呢個一週目嘅結局。一周目个结局已经咁正，我真系估唔，我真系冇谂到三周目个结局会点。大家千祈唔好剧透，我真系想有第一下个反应。其实呢个 A 路线嘅结局咧，我已经玩过，咁就嗰阵时都好大感触。不过始终一周目只系个序章啊。好啦。
你会睇到咧，咦，原来人造人都系有眼泪呢样嘢。要亲手杀死自己嘅同伴。总是这样，因为在游戏一开始呢，九 S 已经为我哋牺牲了一次，去到二 B 的终章，九 S 又再一次为我哋牺牲。嗯，咩事啊？哇！依度可以突顯到二 B 嗰個身材，啊！依種機械，欸，好似同以往有啲唔同喎。通信，依個係通訊。Data信号共鳴し合って，資料信號互相嘅共鳴。啊！你睇下。表面的 good end 呢個就係、是、ちょっと待って 2B 啊，等陣啊 2B 啊，你係九 S？我之前咧好像养周嘅个人资料留喺机械身边。哦，嗱，呢一只九 S 啊，几醒。啊，总之九 S 个记忆都系冇丧失到啦，讲到最尾。有做 backup 嚇、啊，醒啊，唔係好似兩二咁樣成日唔做 backup 咧，跟住咧洗咗啲 safe 咁，唔知點算。機械生命体と私たちアンドロイドを分かつものは何だろうか。意志と感情を持つに至ったロボットたち。彼らが死の間際に振り絞る最後の叫びが、今もまだ私の中に残っている。各位，尼尔自动人形 Nier Automata 的 A 路线 Flowers for Machines 就在这里结束了。那啊，故事的结束也都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。那接下来的二周目呢，就是操纵着 9S 这个机体呢，去用它的角度去玩这个故事。那到时候呢，知道的东西也都会更加多了。咁但係其實 9S 條路線都只不過係一個序章，真真正正嘅路線係喺三週目，三週目先至係依個 game 故事嘅開始。咁所以咧，你唔好以為尼爾就咁完，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嘢未玩嘅。咁但係嚟緊二 B 點樣拍呢？我主要会将一些重复的东西删走它，然后就会将 9S 所见所闻一些新的东西带入去。我的方向是这样，因为我不想将重复的东西拍给大家看了。那啊，so far到现在我觉得尼尔的收视比较差，因为一来有人想自己玩啦，自己体会剧情啦，二来就是之前有人看过我玩啦，三嚟就係呢只 game 其實自己代入去玩先係好玩嘅，咁所以收視差我都明嘅，但係不論點都好，我會應承大家我繼續會堅持拍埋落去，因為有啲人係冇玩過，有啲人係想睇我玩嘅，正因為有你哋，我先至會努力拍落去。其實我個 target 咧
同以前一樣啦，設下咗個目標就係每一集我希望有1000人睇嘅，但係就算做唔做到好都好，我應承大家我都會拍落去。咁啊，好啦，一週目嘅完結嘅引嘅叫做咩咧？可以叫引言，又可以叫結論，因為咧佢只係遊戲嘅開始嘅嚇。咁啊，好啦，嚟到依度啦，一週目，咁我哋快放啦。We're gonna shout it loud, even if our words seem meaningless, like I'm carrying the weight of the world. I wish that some way, somehow, that I could save everyone.